知台北人，身高165，体重53，有网络人气界的红师，总是以做作的笑容来虏获少男的心。今天来临，场所就在学校的舞会里，他会如何吸引到男孩呢？欢迎红师。好高兴来到这舞会哦，所以我觉得我要来，你知道，小喝一下一个饮料，然后让自己沉浸在这欢乐气氛当中。超干的，讲话刚刚是 murmur 一段，他没听清楚。哎呦喂啊！不好意思，我说到你，但是啊，没有关系，我可以自己来。哎呦，哎呦，我认出你来了，你是热舞社的社长。我听说你的那个，你知道，拉丁很厉害，可以秀一段给我看吗？我好崇拜你哦。卖力，我觉得应该要帮你，你知道，擦汗，辛苦了哟。你不觉得就是你知道今天的气氛非常的快乐吗？而且什么？你要要我跳一支舞？当然啦，我当然同意啊。好啊，那我们就来跳一支舞。你刚刚是有一段剧情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是舞会碰见他。你这边 murmur hello， 所有的帅哥都在说，你说什么？什么？要等待音乐下场才有那种舞会的感觉。哇，刚刚你在讲那样，你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穿着？是以一个有点要有性感辣妹的感觉，然后吸引男生，因为在舞会里面。所以就是你知道小露一点香肩，但是又不要太色情那种感觉。哦，对，不能太色情也是重点。小米姐，她这个 OK 吗？我觉得没有性感的感觉，没有传达的很完整。但是我觉得她有一个很棒的一点，就是白背心绝对是对所有男生的必杀技。你们会不会这样觉得？有吗？文杰也是这样觉得，整个就是纯洁中带有性感。对，就是。白背心了，但是重点是你的白背心，因为它很简单，但是白背心要显露出你身材线条，才有那种健康的性感。所以我觉得你外面那件黑色的罩衫有一点点多余。如果你是白背心，然后加那个围巾，然后短裤，这样就非常可爱。然后那个线条在跳舞的时候就很漂亮。因为今天穿白背心是有点透透的，所以也不对，你是要有一点透透的白背心，很透，又觉得对，又有点无辜，就是我没有那个意思，你不要用有色眼光看。小米姐以前，你知道到最后，你刚刚不是有那个到舞会最后，她到舞会最后都是自己泼水节，新生秀，不是，小米姐玩的大字玩的比较嗨了。但是到后来跳舞可能会有一点流汗啊，就会有点伤汗淋漓，那样看起来就会非常性感，然后又很健康。你这个是技巧。对，我问一下男孩，先你要学起来。Robert， 还好。你这问题出在哪？林怡第一次，我觉得戴个围巾在舞会可能跳舞之后就，围巾掉就被自己绊倒，要出糗了。真的比较实际的问题。有发生过这类很糗的？偶尔会看到，会这样跳一跳，然后跳恰恰，脚已经开始围住了，卷起来。的时候，它可以那个有飞扬的感觉，或者是不小心勾到你喜欢的男生的身上。哇塞，也是一个小心机啊！你有招？而且你会用围巾来一段舞蹈吗？类似，看看舞蹈。来跳围巾。对跳，男生都是对跳。萝卜，你来，你就假装临沂，然后让他围巾看看有没有把它使用到。有人舞会是这么外放的吗？你要拿围巾弄他。男生怎么都不跳舞，这舞会好闷哦，这班的男生都不会跳舞。
谢谢谢谢。我发现罗伯被他吸引了，他整个眼神是这样盯着红狮看的。对啊，而且刚刚转圈他跟圆规一样。从眼神到轴心的部分嘛，圆规。好，这个我们要举牌哦。如果觉得他第一次林怡穿这样的话，蛮欣赏的，请举牌。喂，浩尔，你讲讲，你为什么不喜欢？本身对格子比较有意见。格子就是格子裤子。你是骂我喽？不是，你自己都穿格子，而且他自己有穿格子。凭他你骂我，裤子有意见。有意见，你穿格子就骂我不能穿格子。对，格子裤子看起来像内裤，就是四角裤。我爸有一件这样子的四角裤。你爸有一件这样的内裤？对。你会觉得是爸爸来的？没有，感觉是我爸来的。是荒唐，好耳蛮幽默的哦。还有谁举叉？文杰。文杰，为什么？我觉得他那双靴子出了问题。Timberland。怎么样？不是那个牌子 man 了吗？太 man 了，这样感觉出来很像就是《魔鬼女大兵》里面的 Demi Moore。哦，哇，还有角色。在舞会在跳舞的时候，整个我不知道人家看到搞不好会有跟一个男子在跳舞，这样不 OK 不 OK。哦，所以看鞋子啊，你还蛮喜欢这双鞋子。我想说，因为上半身这么性感，又穿高跟鞋，我觉得有点太超龄了。嗯，然后想说就配个平底鞋，穿个凉鞋也不错。好，一样子，胶都卡出来。好，谢谢红狮。接下来不同风格的来了。好的，接下来这位是妹妹。